今次呢個獎係屬於我哋整個數碼港初創社群嘅。喺香港面對疫情嘅時刻，我哋嘅初創科技公司一呼百應，透過敢創抗疫嘅行動，迅速推出唔同類型嘅數碼科技方案，為市民大眾啦、企業啦、醫護人員同埋政府各機構咧，係舒緩抗疫嘅壓力，一齊咧係克服挑戰。而數碼港社群嘅努力得到嘅肯定，我感到非常驕傲。呢一份認可，亦都同時體現咗數碼科技嘅應用喺維持生活常態同埋身心健康嘅重要性。希望我哋嘅故事能夠鼓勵更多有志創業嘅年輕人，把握新常態下嘅各種機遇，敢創同行，為香港嘅未來出一分力。